电视剧《爱的厘米》是由潘越执导，佟丽娅、佟大为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。该剧讲述的是一名医生在留学归国航程中，与女机长因为默契配合救助病人心生好感，却发现彼此家庭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原本想通过事业逃避家庭问题的男女主发现，当他们想要走到一起时，不但父母是越不过去的坎，而且自己也必须做出改变。该剧于2020年11月16日在湖南卫视播出。